各位大家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从我出上一盘光碟到现在呢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。上一盘光碟呢是以水为主的画，今天呢准备画一张以山为主的构图。这张画取材于著名的风景名胜三峡，三峡是以雄秀险奇而著称，从古到今有很多的画家都是以画三峡而闻名。今天我准备把三峡的云、水、山画给大家看一看。好了，时间有限，下面我把我自己的一些基本工具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笔。我最关键的一支笔是一支这个叫大石欢。大石欢呢主要是以画山石为主的哈。好，另外呢就是小石欢。小石欢这支笔也是很重要的一支笔，它呢主要是画什么呢，就是画也是比较精细的山石，然后呢有时候画水画波浪，这都是用都很好的，一会儿我们会用到的。另外一笔呢就是一支烘云的笔，这笔我们主要就是烘云用，是我很特殊的一支笔哈。这个是四号石欢，画树感的。这个五号石欢是画树叶呀，也画一些小的点景的。另外还有一支比较有特点的笔，这个笔叫点子笔。点子笔主要是什么，点树，那是非常有特点的，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哈。还一直是画水的，画小溪的。这支笔呢看着好像很平常，